国内关心的 Heavy 都会主动屏东县一家农机公司提高苏格泰山村开工厂，当地村民屯隔壁的上天文乡的民众，今年许多屏东县议会清楚抗议，由杨议员由清火接拍为村民的陈情书。杨总潘明安接触咨询卡哈义工，业者系照法律申请建造的，强烈应该要受到保障。唔过把驾驶有违法，杨政府听错会处分。我爱家乡，拒绝污染。为了维护家乡顺畅的水资源，高树乡泰山村以及山体门乡安坡同马义两村，差唔多八个的村民。向下来到屏东县议会门口，也抛出陈情抗议，希望县政府做得拆售农机厂的建筑执照。会透过议员来告诉我们县长，让县长了解这个工厂在我们高树泰山水源保护区设立的话，会造成很多水资源的危机。因为那是水源保护区的问题，担心到以后对以后未来的下一代对饮水上的问题有相当大的影响。泰山的巨甲跟阿一议员要倾向泰山咨询县府官员，做物嘅农机厂做得台虽然保护其实力，其并冇严重盘面难系没有撤走嘅可能。盘面难表示，业者依法审查建造，前日应当受到保障，但假使发现违法嘅情形，县府一定要本以拆除。以这个行政权属上，依将依法审查，就等于讲在各家各办。虽然业者不断保证无化学资产、无排放工业用水，神山的工厂绝对无污染，但当地的民众也是不相信。台议会咨询结束过后，议员也成立许多评论体检署控告县府人员渎职，希望透过司法调查，厘清古的行政常识系没有不法的情形。下届新闻陈文年评论报道。